11月12日晚上，李瑞在微博晒出自家宝贝女儿的照片，并配文道：“宝贝的争先兆，忙了这么久没回家，终于可以亲自家宝贝了。”网友们看到照片后纷纷表示，村长的基因很强大，一看就是自己家孩子，长得很像村长。听说女儿像爸爸都是有福气的人，跳跳超可爱哦，跟村长长得好像。爸爸去哪儿的热播可是让不少人认识里面诸多萌娃，近期的家斯否小泡芙可是成为无数人关注的对象。爸爸去哪儿节目的每一季都在变，但是唯一不变的则是我们的村长李瑞。节目中李瑞是一个好村长，善解人意，深受许多萌娃的喜欢。2006年，李瑞在与自己的女友芳芳经历了7年爱情长跑之后，两人终于走进婚姻的殿堂。2008年，李瑞迎来自己的女儿李鹏熙，幸福的家庭因为女儿的出现增添了不少的乐趣。李瑞这么懂小孩子的心理，想必是从自己的女儿身上学会了很多。